你也不中啊，就起步狠点儿，稍微使点劲没影子了。你那玩意儿200多卖，你跟我俩磕，你自豪啊？怎么了？哥们儿，你这啥玩意儿？刚才一下嗖似的给我抄过去了，电摩吗？多少钱买的？我这个买车花了5000，改装花了2万多。2万多你买个它？买的我让人不香吗？摩托车我也有，不乐意骑。摩托车在市里骑，一个是太沉，一个是高温，然后还必须得戴全盔，我就有点难受。在市里骑，我乐意骑电动。哎呦我的妈！别吹了，干下着，磕下着吧，来来来，来，等会儿我把头盔戴上。你个小电动还有头盔了的？我的妈，瞧不起哪单位呢？碳纤维的。啊，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三声喇叭为号呗，行，来吧。你也不中啊，就起步狠点儿，稍微使点劲没影子了。你那玩意儿200多卖，你跟我俩磕，你自豪啊？怎么了？是爷们儿，你等我2分钟，我换台车跟你玩。好的。磕下的，你拿双啊磕我呀？你都能拿R6磕我电动车，我为啥不能拿双啊磕你呀？磕不磕？磕吧，磕吧。磕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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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